这一次又是什么新游戏呀？我们在这里玩一下，等一下我们两个一起去看电影哦。把他把那个坏人抓起来。抓坏人？嗯。是他吗？对，不是，就是他。他积在马桶里。我刚才说，他已经在马桶里。乐高。嗯，撞到你的脚了。脚脚很臭。还是我们先去那边玩那个游戏吧。哪一个？嗯。是吗？去看电影那个楼下玩那个游戏呀。玩什么游戏？玩那个你要恐龙对打吗？为什么要玩的头？然后还可以看一下电影啊，这样才可能看电影，电影的时间才会到。皮卡丘。那皮卡丘站在这里攻打世界。那他在这里睡觉。那在那里溜滑梯。哦。皮卡丘的家。里面还有一个宝物，拿钱。